而是不怎么玩。亚索打还是会打的，亚索其实不难。先叠两层 E， 这两层 E 叠的上去打他就很痛，但是我现在没护盾了，我可以先啊，我要保持这个御风剑术两层，很痛的。不好杀他，不好耗他。他打也是谁？男枪。我们过来给个红，我知道他男枪的位置。打利桑卓不难打啊，但是呢，他的控制我要当心。再下了，我有护盾，他耗不动我的，他耗我一点血，我就可以吸上来。这一波我要低调，这一波男枪很有可能会来。我先耗他之前斩一层风，不强求啊。好 ，OK， 稍微的耗一波。他会比较害怕，一层风。只有挑战才能带来真变革。他已经没蓝了。啊！我吸点血，我最后被小兵打得有点痛。打小兵吸血，他已经被耗到没蓝了。只要这个利桑卓不到六，他不好配合男枪，杀不了我。啊，到六我要低调一点，我出个水银鞋。抓不到我，这男这个利桑卓也空蓝，压这种脆皮法师还是很简单的。他现在23刀，这个补刀还可以，我的压制并不算成功。他这波推完要回家了，我不让他推。让他难受一点。我马上六，你看到了吗？还是 CD 不够。就疯狂的压他线了，现在他回家的话就会丢一波。哎，这个塔怎么打我了？没事，不回。他男枪在这一块，但是利桑卓没蓝。嗯，
你不怕我吗？那你胆子大啊！哎呦，离伤卓居然没走，吹到我就上去了，我有闪的，没事，他没有蓝拿我没办法。没蓝不用理他，这个男枪也没血了，不用理他，只是他在塔前我杀不了他罢了。好，回家，他这个要丢很多兵。不着急回啊，他男枪马上来了，但我这波兵还是要吃的。好，回家。不能再吃了，再吃利桑卓来。我这种出装没怎么输出，但是非常的有韧性，吸血能力很强，他也抓不死我，我有水银鞋啊，但我想杀他也很难。但是嘛，不急，哎，先发育，用补刀来压制他，他38刀。好，他男枪在下，他出来我就先斩一层吹风，上去了吧，小心。我们推一波，他游走了，他这个一游走就会崩盘啊！我现在的这种发育非常的舒服，他让我亚索舒服了，他们这把就没得打。但我们这把是菜刀队啊，菜刀队到后期这个刀妹有点难搞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前中期把他们打爆。以我现在的发育，不要多十分钟他们就会爆。这个塔皮要吃一手，好，没事，很安全，再过十分钟他们就爆了。我80刀，等会我就要游走起来了，我把它放出来看看能不能靠他一下，给他制造一点难度。把这三个先控住，好，揉他，我现在要揉他，不让他打钱，先斩一层吹风，打踏浪斩上去。好，再走，他再上我啊，他再上我再一他，但是他不敢靠近。再上啊，再上他就危险了。好的，他非常的难受。开始用这个技能打钱了。好，我上去帮一波。这波男枪好杀，试试看。现在一试，哎呦，不行，有眼，有眼的话就不行喽。我可以考虑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能蹲啊，蹲有点浪费时间，杀刀妹也不太现实。等他回，这个给他回。哎，好，快速的把他线压进去，再吃一手塔皮。
吸血很快。哎，炮车，这个伤，炮车没吃到。我现在的出装伤害是不高的啊，不高的。我没有直接出 BF 大剑，没有直接出黄叉，因为我们打他出这个会确保自己不可能死了啊。现在他的男枪来是没有用的了，不可能阵亡的了，明白吧？他耗我一点血，我就能吸上来。我可以在这里蹲他一波格雷弗斯。他这波钱打完，肯定会过来打死甲虫，除非没有啊，除非没有。看样子应该是没有，我得赶快回中。不要跟他，哎，他杀过来了，行，我们不着急，我们起到一个勾引的效果。一波 Q 闪死了啊！这是可以闪的，快走！不能上啊，这波不能上，我没有出伤害装，这波打不了。不太好，献出电刀。不出电刀，出绿叉。我们低剑装备先出个绿叉，啊，绿叉转无尽。现在我的输出有一些了。这个节奏很舒服，不用着急。我现在有暴击了，游走起来啊！现在在中路发育已经没那么重要了。他闪了。我把他烟幕弹挡，让他还我住，他在勾引我。带我绿叉出来，我的伤害会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。再带我无尽出来，我的输出就爆炸。没事，他男枪是不在的，先拿他小兵，先踏浪斩锤他小兵啊，不能直接一他人，击他人的话就没有吸血。没事，不要慌，这个时候穿，哎，回手没关系，穿，哎，大招触发护盾，穿吸血穿。啊！不要慌，再吸。咦？哇！只有我才能杀我自己。伤害低了啊，因为我的装备呢是偏发育类型的装备。所以伤害会比较低，但我要发育时间。哎，我这个英雄到了中期，有了无尽加绿叉，那个暴击效果是非常可怕的。任何一个英雄都不会去出灵巧披风啊，包括蛮王都不愿意去出的，但是亚索愿意，因为亚索的这个暴击呢是非常稳定的，啊是非常稳定的。他不像蛮王你出了还是要看几率，但他不一样，他几率是翻倍。所以像这种暴击类型的装备没有任何一个英雄愿意去出的，也只有亚索了。
不出电刀，我们出这个，攻速会非常的快。好，我们可以在中期的时候开始带线了，现在带线比较舒服。队友，队友可以很强，好像不太需要我去帮忙。我们赶快，拆！啊，这时候要拆，很赚。再怕他这个蛤蟆给偷了，蓝 buff 给偷了，这波我们收了个二塔，我要把无尽先憋出来，无尽是我的神装，无尽一出他们就基本上不用再打团了，我肯定是无敌的。他跑了，踏前斩没有斩到他，我的踏前斩如果溢上去的话，这个伊泽瑞尔就没了，因为我用布隆斩了一波吹风，然后一波闪现踏前斩接斩钢闪接卡莱凯克通带走，这个 buff 不要啊，我们不要 buff， 因为我这英雄不需要来，除非是敌方的。感谢纪律委员萧峰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好像不是很好打，有没有吹风？来追吹，吹他，吹他！卡雷克托，戳他，一他踏前斩接闪钢闪接，卡雷克托，走了啊！这波他没法走位的，踏前斩。我要回家更新一下，我装备要更新一波了，我现在装备非常豪华。我这个英雄比较的奇怪啊，特别是我的斩钢闪，只要有 CD好，无尽家，感谢巴斯虎送上的大玩心，谢谢巴斯虎。这个不是 CD 啊，主要是这个攻速。感谢李随风送上的飞机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打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知道吧？这时候单带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我输出很高，但是我不能扛塔。路人局容易冲塔，我们过来单带，看他会不会出来。出来了好像。好，这个塔前我们肯定打不了，队友这波应该要炸，所以我们赶快趁机偷一波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赶快偷，差不多我就得溜。斩钢闪，好，这个太赚了啊！这个塔收了就太赚了。哟，你还追？你再追？哎呦，再给我一个，再给我一点，这个全部起飞，落地卡莱通全倒。哎呀，我刚才这波吹风贪心了，导致我失误，可惜了。
这波可惜了，这波可惜了呀。100%，追随就是失去自我。我们买个红宝石，我这波把他下路的高地打偷了，很赚的。下路兵有点多，赶快！别推下，推下，嗯。开起来了，完了，还好还好，短时间内没死人，我就可以赶到，往我这里跑。哎，我的这个队友啊，就不跟他们抱团不行啊，他们行，交给我，这波我吃个红，可能要把他们团灭。好，现在这个攒一波吹风，最后 一秒攒一下，吸血吸血吸血，穿小兵，回首望月。这个小的这个吸血弯刀太棒了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先出一个这个很棒。五杀还行啊，这个红 buff 把它烫死够了啊，这波我们想闪出来，但是呢不行，最后塔还是跟到我了。五杀对于亚索来讲其实很简单啊，亚索这个英雄呢也非常简单，虽然我常年不去玩他，但是你发现拿到手还是那么回事，对吧？那很多同学会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不玩他看上去也这么溜呢？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游戏基本功啊，只要你的技能释放和你的这个走 A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对吧？哎，这都很轻松的。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切入的时机啊，一定要掌握的好。没点关注的同学呢，可以考虑点一下关注，你说呢？啊，我们来抽一波大奖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来一个1000元现金红包，怎么样？嫌少，行。那就来1888元红包，怎么样？好，等一下把这个大龙收了。哎呦！哎呀！这一波叫什么？我队友这个跟我的切入他上了，我准备都走了，结果他又冲过去了啊，导致我不得不上，很尴尬。行，但是我们还是赚的，有一个龙 buff 够了够了，早知道我还是直接果断卖，这一波卖会好一点啊，有一个龙 buff OK 的。我们接下来来他一个银血暴击吸血，相当恐怖。最后我们再来一个什么呢？复活奖或者大冰锤啊，有一个龙 buff 够了，
我要疯狂的吸血，等我把银血剑做出来之后，我的团战的韧性很强，他们秒不掉，再加上我有这个东西血手，然后暴击的吸血效果非常棒，按不死我就能吸上来。来抱团推下，不要把这个大最后一个大龙 buff 给浪费了。我比较依赖闪，这个 buff 给他们。我不太需要闪啊，我不太需要这个冷却，我很需要闪。好，不怕，有我在的，两层吹风，三层。好，不用急了，这个我们人都在这里是不虚的。好，我感觉我这把要五杀了，双杀，他们三个会不会跟我打一打？我感觉是不会的，我感觉他们现在已经全部躲起来了。哎，死完了，等我闪现好，我的Q 闪吹风进场很厉害，刚才这波他打他一个啊，我在看小地图，所以 Q 歪了。我主要在看小地图，看他队友位置分布。好，台中台中。踩中踩中，不用怕，我在这里很强势。好，撤，我闪好了，我觉得我们回家一波比较好，回家一波出一个银血，我们再集合上路，剩下来的钱刚好够出一个这个。好，这一波很厉害，这一波很肉，输出也很爆炸，这个顶不住。来，没事，吸血效果是非常明显的。没点关注的同学可以点一下关注啊，这个亚索我们偶尔耍一下，把它的特性耍出来就好了。